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啊，加一就好了，哦，追加一就变，第一次就2嘛，然后一直往后，因为20年刚好跑完就 OK。后面的话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range 有没有？其实后面的部分公式哦，这公式基本上是一样，所以说偷懒一下，把这边到这边哦，把它 copy 偷懒一下哦，借一下哦，贴上，好，那就是 range 这个固定的嘛，所以 B 1 没问题，一加上。 后面的话呢，我们是指向的固定的位置，其实就是利率那个 range， 其实就是 range A 4的位置哈，所以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再来加上 range A 4，因为我基本上是指向是这个了哈，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为 range A 4 的位置，然后一样刮弧，然后摆就是几次方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上面的这个位置。 所以上面这个位置会不会动呢？会动，如果会动的话，就要把它写为 sales， 好，那刮弧，后面的话呢，列的部分呢，固定都会在3列，因为上面这一列一定是固定的，3列的部分哈，逗点之后的话呢，就怎么样？会动的部分就是 J 加1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蓝的回圈给写完了。好，那写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来就逐行来跑。 我们来试一下哦，当然这个地方的话，把它视窗移到这边来，然后稍微按 F8 一样的方式逐行来看，你不要一次就直接执行了，因为你直接执行你不知道说它怎么跑的，所以基本上J等于1输出第一次的话哦，因为这个上面已经有值了，所以不会有显示。再来往后面看啊、哦，有没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？也就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什么？ 这个蓝的部分，蓝的回圈给做出来，好、哦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最后把这两个回圈合并在一起，一次就可以全部跑完了。OK， 那最后再加上什么？加上 input 请输入存感金额也是一样，把这个改变之后，它也会根据这个值帮我们把全部的部分给跑完。那我想这部分请各位哈、哦、试试看。那这个画面哈、哦，这个部分的公式呢，在我的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一个叫蓝回圈的哈、哦。OK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